什么玩意儿？太嚣张了，狐狸！刮痧女皇来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永恩这右手这刀是虚影啊，给你们来一曲儿，应该配一个全军出击。来吧，哎呀，我操，中路落手。我知道你的存在。哎呦，给我换路了。通往幻灭的路，我早已走过一次了。这一级学个 W 感觉没啥用啊，不咋掉血呀，人家我带的魔抗，我操，我战术还可以啊，那战术确实A 阶中风，哎呦，血怒了！哎，上路可以啊。他们家这战术确实让我挺难受的。这得傻了，哎，这波让他勾的操了，不要害怕，他没有技能了，好好抠闪，但这波这个位他吃我经验了，你知道吧，这魏把我经验给我吃了。哇，这个 Q 没中，我也没想到啊，这怎么能没中呢？走了，小耗一波，中风，拉不着，滴，笨逼。不会吧，你不会不知道我有盾吧，兄弟，哎呀，我操，没关系，我们有人头，我们不需要补刀，
长得越多。我得吃个鸡了，这不吃鸡，这一飞冲天。十几个吧，全够了。来一个攻速，还加把短剑。这波落手没有双招啊，我们有点炎，可以跟他干一波。一过来 ，Q 技能 A 接 W，A 接戳接平 A 回来，等一下流血。玩了个鸡巴毛，我操！哎呀，这风没攒出来。风没攒出来，属实是大招不好中，你知道吧？急了，稍微有点急了。你来中，行，我去上路。我估计这落手还得往我上路走，你知道吧？给我点死的。给维恩点个信号啊！可以压他交闪，这。这狐狸的魅惑属实是有点烦人啊，还可以为人。我以我的银哥担保，螳螂死了。我有银格没？那点炎，那咱就没办法了。哇，耀光女神之泪的狐狸呀、啊！我还以为死亡能让我安宁，太天真了。当我们在灵界碰面时，
哎呦！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，别可以打。对对对对对，你烧一波，往回滚来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那魏哥旁边呢？那莫甘娜没有中是吧？希望螳螂没有闪，有闪咱也没办法。这打吧，我去中路把线收了。我看你打的挺费劲的，我帮你打一会儿。我操，我打皮没了。我还是决定来一手小电刀，不来绿叉。中路我给插了个眼儿，还可以啊，算没了。电刀就飘逸。哎，狐狸死了，漂亮啊！吃他几层塔皮。应该正好放煤。上一身。握手要干什么玩意儿？你有病是吧？你是不是有病？我就发现你好像是有点病的不轻。你上路他妈这么多兵你不要，你跑过来中路，从一开始啊他就不搁上路待，还搞我一手换路，这么讨人厌。你有病，我也有病，你等着啊！我今天不他妈打打死你！你看见你俩都看见我了，完事还来呗？还来呗，是吧？他瞅着我了，完事还往上路跑。不把为人当人呢，更不把我当人呢。我这一看呢，我在他们眼里就连个人都不算了。现在哎呀，回家来吧，无敌，我又无敌了。我这个装备呀、啊，真是有点无敌。谢谢。看见没？主动给大佬让红。
明白谁才是爹。两件就100%，那亚索两件不就100%吗？没毛病啊，这睡眠不是给弱者的，没有福祉。鱿鱼啊，鱿鱼应该是死了，鱿鱼见着我那应该就是没了，干哈呢他？有点疼啊，没人的大爷，是个蛤蟆。直接绕到塔后边来。这摁错了，我操，我摁的 Q 啊，怎么 R 自己甩出去了，妈耶！很快了，这英雄看来不能把这个点了，你知道吧？把这个点了就完了。风螳螂搁哪呢？螳螂让我看到螳螂的身影。W 一手戳 A 戳中风。此时一位靓仔拿了一条小龙，不错。谁？这不金作诗吗？这不能飞尸了吧？我操了！真就飞尸了呗？哎，飞尸了。操盘？操啥盘啊？操啥盘？哪操盘？咋的了？咋人操盘了？整的这破鱼丸，他奶奶的，昨天还怎么宝宝去举报，举报也不给你改，气死你！给你留个局儿还跑过来还他妈举报啊？让你鱼丸没了，操盘！天天操盘，操盘，操什么盘了？哪天没让你赢？疑虑和恐惧之间，才14把就搁这操盘，操盘。谁要你那点破鱼丸？灵界非常古怪，是一面镜子，一个反向。我巴不得你多赢点，真是。此时我就想放个风墙，说为什么萧刚中风回血巨子的把塔拆了，可以回家。这把来个血手怎么样？我们尝试一下。不，我来一个大冰锤。
我这没除过这件装备，我来一把。其实这把需要一个水银。把大龙打了可以，这唯一有我上一把的风范呢。你们记着啊，就洛克萨斯之手，你就拿个鸟人，他已经死了。中风，吸给大 ，A 戳 A 收，什么意思？中风。一过来戳一刀 ，A 接回，花爪 Q 来个虎你，你就拿个唯一鸟人这种的，就是上去打他，你别管你打不打得过他，你就拿着打他，指定没毛病。给个五杀吧，老狐狸，好狐狸，好狐狸，喷他 Q， 火力全开。火力全开开了吗？一过来，戳 W 的回，再戳 A，A 接中风平 A 接戳，又要五杀了。鱿鱼死了。一过来接中风 W 戳，想杀我，我回去了。这怎么死的呀？这啊，这是怎么死的呢？我不能理解。哎呦，这没人跑的跟个兔子似的。哇！哎呦我去！被劈死了。彩夹，枪毙。A 死的，哎，可以。拿下。我这大冰盆出来以后都没用过呢。来吧，欢乐斗地主。